从我爱黑社会出道贝彤彤，拥有艳丽的外貌和直率的个性，经常受邀参演综艺节目的她，近期参加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录制，引起网友高度期待。然而她24日深夜却突然在 IG 发出限动坦言，某天晚上练习结束后的回家路上，因为音乐突然随机播到扛得住，让她忍不住泪崩。贝彤彤表示，最近每天都过得好累，不但见不到家人，还抱不到女儿，就算榨干身上最后一点精力去学习，还未必能表现得很好，但这是她的选择，也是她的热爱的，所以绝对不能拖垮其他伙伴。他也直言被小鬼的声音疗愈了，心想如果对方看得到自己的努力，一定也会摸摸自己的头说辛苦了。但四小时后，他再度更新现实动态，仅上传一张全黑底图，语带失落的写道：“什么角色都做不好，真的是很失败。”难得吐露的心里话，让粉丝都相当担心他的状况。